心灵晚岛，忙碌了一天，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心灵晚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为你加油，为你充电。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音如，欢迎你收听心灵晚岛。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观是看他对事物的认知。怎么说呢？有一个小故事啊，就说到一位心理学家到了一个正在整修的教堂，看到一个工人在搬砖头，他问那个工人说，你在做什么呢？那个工人就瞪了他一眼，口气很不好的说，你瞎啦，没看到我在搬砖头吗？心理学家被瞪哦，他也不生气，就笑笑走了。走没几步又遇到另外一个工人也在搬砖头，他又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那工人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就说，赚奶粉钱养家糊口啊。心理学家转一个弯，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人也在搬砖头，可是这个人很不一样哦，这个工人边吹口哨一边搬砖头，好像很快乐似的。他就问那个工人说，你在做什么呢？那工人很高兴地笑，我在整修上帝的家，就是我的教会。诶，同样做一件事情，怎么这三个工人的反应这么不一样啊？他们讲出来的话很不一样，是吗？其实做同一件事情，我们的想法不同，心态就会不同。想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24个小时，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过得很丰富很快乐，然后常常感恩常常赞美，可是有些人却天天的在抱怨，这边看不顺眼，那里也看不顺眼，心里面满是不舒服。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过我们的日子呢？是很无奈很无聊，还是充满热情喜乐呢？那就要看你为这一天赋予什么样的意义，你怎么来看待你生活中的这些人事物。一个人的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就是由这许许多多的一天，你怎么为它创造出意义来咯。那我就想到呢，有一部真人真事拍成的电影，演出一位很有才华的杂志总编辑包比，忽然得了一种怪病，全身瘫痪，只有左边的眼皮可以动。你想想，一个杂志的总编辑却得了怪病，必定很不好受，身体很痛苦，心灵更是很煎熬啊。当时候的包比简直是痛不欲生，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可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就是他决定要写一本书，把自己的经历还有感受都写下来。他心想，或许有一天这本书会对别人有帮助，于是就跟他的秘书小姐配合，用扎眼皮的次数来确定法文的26个字母。哇，这个用这个方法写一本书啊，真是哇，好难哦，是不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没想到他真的就是用扎眼皮的次数确定文法的26个字母，和他的秘书小姐完成了总共140页的书。包比将这本书取名叫《潜水钟与蝴蝶》，意思是说，虽然他遭遇不幸，生活里有很多的艰难痛苦，好像潜水钟的硬壳一样，压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是他没有放弃理想和愿望，他的心就像一只轻盈的蝴蝶一样，很自由很自在地在空中飞翔。包比的转念一想，活出了他生命的意义，也创造出他生命的宝贵价值。或许我们都没有像包比一样得了一种怪病，全身瘫痪，只剩下左眼皮能够动，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遇到大大小小的难题、挫折、挑战。有的时候深陷在难题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累哦，好烦哦，甚至觉得自己在这个困难当中呢毫无用处，失去了价值，失去了被人肯定。但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的意义，创造出那个生命的宝贵价值。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你爱是我一切》。当我心情和苦感呼求你更多充满，你的爱是我所依靠，在最黑暗的时刻，当我仰望你荣光，你的爱是我所依靠。当我心情和苦感呼求你更多充满，你的爱是我所依靠，在最黑暗的时刻，当我仰望你荣光，你的爱是我所依靠。你不再纪念我的罪，你除去我一切羞愧，你爱是我的心所需，你爱是我一切，你爱医治我疾病，你爱满足我的生命，你爱是我的心所需，你爱是我一切。天父上帝，你的爱是我们的一切，有你的爱使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接纳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来看待别人。当在困难当中时，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勇气、能力和智慧，使我们可以顺利的度过难关，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丰盛。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制作的心灵晚祷，非常高兴和你在空中相会。今天谈到了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观是看他对事物的认知和意义。如果呢，我们对生活里面的这些事情可以赋予正面积极有爱有盼望的意义来看待，就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创造出有价值的意义哦。
不知道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希望你愿意跟音如分享。我们下回空中见了，拜拜。不再纪念我的罪、你除去我一切羞愧，耶稣，你不再纪念我的罪。羞愧。